漂亮，你没了。开始，这样子，他们先开始。哎呀，我们这边，我们先开始啊。玩那个儿歌，我们接着。一三一选不同的。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一对父子，一对好朋友，快乐父子俩。哦，吉吉猫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吉吉猫。要小心中的走。三句啊，说你们一句。啊哈，那就是黑猫警长。啊啊。啊哈，那就是黑猫警长。啊啊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我们的英雄。小哪吒。是他。喜羊羊，美羊羊，懒羊羊，美羊羊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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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累了，别看我只是一只羊。金刚不打打不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对哦对，就是啊，就是啊。来一首真正的儿歌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麦麦棒棒糖。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像飞翔鸟？哎，怎么接在一起了？哎。怎么会接在一起呢？从太阳到那个时候，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变得都变得我在送儿歌吗？没有，他在回可以了啊。哎，你搜索一下，哎，真好看。你想唱什么迪迦吗？就一句吗？不是，哥哥再来一句吧，哥哥。其实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听不见？穿越光年，等会儿再弹，等会儿。不能，别作弊啊！五、四、三。啊，对。二，不要作弊。行，来，可以理解，是那个，他们忘了，唱的那个。好，no。啦。我怎么好了爷爷想起妈妈的花衬衫，小燕子淘汰了，上前卫，上前卫，英雄点在这里，一打四三，小什么小二郎，每个书包上学的，这不是儿歌吗？我怎么感觉都是一儿歌啊？是儿歌。你说小脑里我从来不提，其他旋律，这里拿着小金鞭，我天天想在你，一，这个人害人啊！好，下一个。我刚才想的是，这人就跟好像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看。邋遢大王那个主题。不好意思，我没看过。小邋遢，好，下一个。青草香，我在露水打着树。是《熊出没》的歌曲。丢手绢，丢手绢。这个是。下一个。你看还在做，你看还在做。我说谢谢啊。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找一个你，不会让你走后面。那个。鼓鼓囊囊是山庄，风风光光好，风你要唱，你唱出来，就是一首歌，索马特工的歌曲，不信你搜，他是这样念的吗？对啊，他就是鼓鼓囊囊是山庄，这是一首 rap。当当乐器，你拍一，这是儿歌，是的，是不是？我坐着拖拉机，看天吧，再一起。好。
要穿上最新的破烂，海面投影着美丽的白塔，蓝蓝天上白云。可以，他的小螺号滴滴吹，马来靠花二十一呀。我是一颗。哎，这个不是二哥，这个不是二哥，下去来。我是一张空头债。哎哎哎，二哥，这不是二哥，这不是二哥，你比我还夸张，二哥。你知道唱这首歌的人年龄四十多？不是，那他也不是，他要是不是，我是我这个真不是。来吧，你把键盘一顿乱整。你们三个成员分下哦。啊，有一个一个那个戏，不是，不能换。郭宇轩还看了一眼，是绿的。换，出发吧。还有一个，你们想办法。那边还有一个呢。吃吧，臭手，这手真的好臭。三二一，要服药，要服药，要服药。进食了。还舔一下，真的恶心，真的太难受了。你一口又一口，对，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。更好，但是我很想看你吃掉这个。这一个吧，一整个下去，我跟你说会好受一点。要不你半个来，整个下去会好受，就你说是吗？你要是半个，他每次都是拿柠檬，就是拿金针菇。还有呢？还有一个谁？还要吃？半价不行，这么快到头了，你还要吃吗？就是你俩对吧？这个他没了，没有芥末，是芥末吗？我也告诉你，我已经助力一下了。都是啥？我吃。好，我吃。你放下。啊，快点，你别舌头对我。啊，你不口水。我上秒到了。哈哈，剪吧啊。昨夜真恩，真男人真好。真的芥末吗？没感觉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翻白眼。别呼吸。一般啊，大家。好。那大家一个小技巧，一般被毒蛇咬了，那一定要先找阴凉的地方躺好，这样死的体面一点。哎不，把身份证含嘴里，这样好一点是吧？漂亮。冷眼啊不 ，OK， 来这边你先。你咋回事？我来吧，你算了吧，你老歇歇吧。哇，主要是我想到很多，但是发现这边也要躺平。你那你直接来不同的，这样来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先讲，如果大家都没有的话，是自己来。啊，对。我感觉就感觉，至少我们应该我们讲对你，你知道吗？我有黑色的头发。这个东西。我也有啊，发根呢？我也有啊，有的话就不用掰啊。没有，哎，不是，有的话就不用掰啊。应该说你头发大部分面积。对，好的。他已经说了，你还帮着我，那是我自己掰吧。对啊，我看了，掰。你需要吗？来吧，哎，你看，真没有，左边真没有，左边真没有，好干净，左边一点都没有，真没有，鼻部。哇，发根也不是黑的吧？绿的，发根是黑的，这里面是黑的，这里面是黑的。哎呦，还左边白有，也没有，不左边一点是真没有，左边一点都没有，真没有。咱们手机好哈，手机好。左边白一根啊？你白一个，太搞我。单杀左边，这抽结下了。不是，我在想一个这边得白的。你就来吧。我有今年十八岁，白吧你，你不用白。他今年也19了，18岁，他18。来吧，掰吧，好牛，来，小杰，该你了，你有好。李金凯，你眼睛一眯，我就知道他没他，没什么好，他不做人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我眼睛啊，我有桃花眼。桃花眼，你这个怎么了？他能用我的那个吗？他确实是眼型分很多的。那我们都是桃花眼。对啊，不。他就是那种笑脸，打开百度，有照片的。哎，不用了，那我玩一个，太难了。我有黑眼圈，没有黑眼圈。谁没有黑眼圈？谁没有？来把钢器了。其实，你第一次参加节目就出道了。对啊，特别好笑。对，但是我们身上特别多。哎，自己掰一个吧，你想？所有人都得掰。啥
啥呀？不对啊，因为现在什么情况？出道，他要那个，只要你掰一掰，我也不懂。是除了我之外，所有人都没有，我掰一个，还是说对对对？他是终于梗，来吧，你终于你那盘终于完了。如果说都有的话，也要掰。对对，都有都没有都要都要掰。那该我讲了是不是？是这个东西，我参加过失控。好，下一个。没参加过失控的。我今天戴了耳麦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你只掰了一个？我没掰。对，你说他们，我没有什么问题，他。哦，他一直没有。没有，我十八岁，你应该掰一个。对啊，对啊。嗯，对。别，我还没说我就要死了。实在是太。我今天戴了耳钉、耳链。失控。我今天戴了耳钉。呀，耳钉。呀，耳链。掰吧。我掰一个。那再掰一个。是很难。那个不是双眼皮的掰。不是双，你说你有双眼皮是吧？对，我有双眼皮。我也可以用，我也有双眼皮。不，没有，你没讲，不能变。我说了不能变。没有讲，我说了不能变。我是天生的，我是双眼皮内双，我的是天生的。那我就算内双，我是内双翻不了双眼皮。你这只，你别变。稍微肿一点，我就是双眼皮吗？我一肿。双眼皮，网上能找得到图案的。对啊，只要有个双眼皮，我也是双眼皮。那我干了。你干嘛呀、啊？你自杀式表演，跟我一样。太需要你。我参加过《青春有你》。哎。我有驾照。我好像自己办。其他人都没有，自己办吧。都没驾照吗？对啊，来掰吧。别人都没有，只用他自己掰，别人不用掰。对啊。对啊，那我有两个。刚才我掰林杰那个。你问你没驾照吗？没有。你这么大没驾照？太忙了，没时间。太忙了。掰一个。我头发有两种颜色，不是两种颜色的掰。好，然后掰吧。头发这个发色是说过一次。发色说过。他说的黑色。Cool。哇，漂亮，到头了。来个大的，还能播的。来个大的。播的前提下。我知道可以吃三四份盒饭，但是我也行啊，林姐也行啊，一次一次三四份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是，这我也能，好，人与之王，但似乎我并不想吃，好，几个，那你说杀了我跟林心凯，比你更厉害吧，我有你没有什么，而现在比个一，破。他说现在，右手换眼睛，你不要，我的现在，就是还等了十几秒，那个瞬间，他那边手三，这边手是三，这边手是二，哪儿呀？区别吗？你有什么区别吗？他哪儿呀？怎么了？这就换了一个吧，这个又没法辨别，谁举谁底下举高了就行。没有想到，我咋了？我手放下，我拿起来怎么了？那好吧，那咱们接着往下，刚才一百。让我来，他三个人各三，他也来啊，二一，来说吧。我穿上狮子，我也上去，三，我就可以上去。你这是运动鞋，掰吧。我说了，你现在在，你俩必须掰了，我都已经掰了，掰了。你们组靠着这一个老赖，真的是能活好久。戴了手链，没戴。还真没戴，我戴了。哎，再这样掐一下。你们挂了，你们挂了。自杀队友一枚。我这把直接就杀了。该我了是吧？今天我头发是放下来的，没放下来的掰。不过刚才我杀了你。没有，我哥死了。这是刘海，这都有的。你说头发。头发放下来的。那这是放下不一样吗？那你头发是长头上的。你看，什么叫老赖？你看，这就是老赖。你这是叫你说话不严谨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这你也是个老赖，掰。哦，你没了，咱输了。你看到你现在杀就没了。一下你随便说一个，我有了，我还站到最后，他没了。我戴着手表，哦 ，OK， 结束，好吧。他戴着手表，那他戴表掰了，你不是也掰了吗？结束，不都没有，不是自己掰吗？对。对啊，是吗？对啊，你自己自杀，他自杀了，还有一个呢，反胜局，他还有一个，还有两个，没有。
反胜局啊！我加油，上点了，快！我现在戴了戒指，那手链这个我一起，我有两个背着你，我掰一个。你想好？现在我们三个都一个了，这是顺序。今天吃了我切的蒜的掰，你有没有？我吃了，你吃了，所以掰啊。我说吃了我蒜的掰，不是，我想起来，我没吃了，我真没吃。今天掰蒜，那两蒜拿过来的时候，然后我说，哎，给我来点啊，算了，我不吃。诚实点，我发誓我没吃。你占了我的酱，对呀、啊，里面有蒜、啊，有蒜，哎，是。我刚才要不我再说一个，你说，你今天没切蒜的掰，没切蒜的掰，今天没切蒜的掰，你输了吧？你输了，我替你喝。林墨，你也多喝点儿，给我来一点。我们俩都吃了有芥末的，你作为我们团的，我的一块一块的，你是不是应该替团内多分担一点？哎、你还是哥哥啊，我拿我的，你瓜的，你还是哥哥。哎，我你分一下，你分分一下，你差一点。谁要跟你平分？你得多担点儿。我尝一口。你真是想喝？你尝一口，尝一口，意思。哎，真的很好吧？你喝完了？没，我是鬼脸。试一口，真的很好喝。行，真的试过一口，这对我第一次喝这么稠的，我第一次喝这么稠的。抿一下，就抿一下，这感觉很神奇。那苦味养生的神奇，这喝完得吐。怎么没有这种喝完别喝了？这是个男人，不行，猛男，猛男，你要是猛男，我都干了。还你还倒给我们，你有点良心，默默真的难喝。你今天的工作，呸，火锅局就到此为止了。然后大家希望下次想要看什么，就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们吧。嗯，我们是 SKY。